见了。宇轩肯定有事出去了，今天这么早下班。他早就下了。嗯，对，11:30不到就下了吧。哦，他朋友来他家。哦。应该是女朋友。那肯定女朋友啊。哦、什么什么劲爆的事儿？这都是猜测，猜测猜测。没空回我们消息了都。朋友买卡机。只能说这是捆绑销售的产物，每两次5秒内加9，基础最高级5秒钟太短了，是吗？持续不了太多。什么东西啊？宠物吗？没有没有，一个那个就那套装的韭菜车。那是啊，我以为又出什么牛逼的宠物呢。没有什么吸引你们的，只吸引我这种。这种但凡一出新东西都要看一下的。哎，兄弟们，这表情我感觉越来越好看了，有没有感觉？就是放在这个头上面，这个表情还可以啊，有感觉吗？我感觉这个表情放在这个头上还可以。我感觉还行。那皮肤啊，哪有皮肤啊？